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陈希。咁啱啱过完中秋节咧，又到你国庆大长假啦。咁虽然大家过嘅生活咧非常之开心啦，就好似食咗糖咁甜啊。咁讲到糖咧，我哋今期讲嘅节目咧就系讲冰糖啦。咁讲到冰糖，大家可能会谂系冰糖出咗问题又唔食得咧？唔使急，我哋即刻展开调查。冰糖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冰糖存在的痕迹。现在市面上卖的冰糖基本上都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不过最近网上的一篇市售冰糖多容易氧化硫漂白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文章里面讲到，为了令到冰糖看起身更加美白光泽，很多厂商都在冰糖里面加入二氧化硫漂白。现在市面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冰糖都含有二氧化硫。咩话冰糖竟然用二氧化硫漂白嘅？啱听到呢个传闻嘅时候咧，反正我就唔信啦。唔知你哋又信唔信呢？你有听说过那些冰糖是用二氧化硫漂白的吗？没听说。那你相信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我觉得不太白的，不像漂过的。是吗？所以你还是相信？啊，对对对，我相信。我没见过。咁你信唔信呢？我听讲咧，白过头我唔敢买。漂白啊？不需要吧，应该。那你相信吗？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看到有些特别白，有些没有那么白，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是假的。那就我听人哋讲咧，冰糖如果过白咧，就可能有个漂白作用，漂白过。信唔信啊？好难讲喎，而家啲嘢系嘛，好难讲啊。冇听到啊。咁你信？超市卖嗰啲一般都冇咩问题嘅。梗系要漂白啦，因为啲蔗糖榨出嚟黄色，而家你变咗白清白色，你肯定要有漂白，肯定有嘅呢啲就系咪咁啊？我就理解就咁样啦。从啱先个采访结果嚟睇，好多人都表示唔知道冰糖系咪用二氧化硫漂白过噶。不过亦都有唔少人系相信噶，并且有街坊仲提出问题：如果食咗嗰啲用二氧化硫分白嘅冰糖，会有咩危害呢？对于呢个问题，我哋请到专家嚟为大家解答。吃了这些被二氧化硫熏白的这些冰糖，有可能会残留一些二氧化硫，通过冰糖进入到身体里边。那么二氧化硫一旦进入到身体里边，对我们的整个的消化道的器官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刺激，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营养物质，譬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蛋白质等等的这些物质的吸收。所以的话，这个二氧化硫一旦摄入到身体，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咁專家啱啱話俾我哋知，如果我哋平時嘅冰糖咧係用二氧化硫漂白嘅話咧，可能就會對我哋人體造成傷害。咁究竟我哋平時買嘅冰糖係咪用二氧化硫漂白嘅咧？嗱，咁傳聞歸傳聞，咁我哋始終要調查清楚先可以下結論嘅。咁我哋繼續展開調查。為咗查清楚冰糖係咪用二氧化硫漂白金，調查員陳希去買咗六種唔同牌子嘅冰糖翻嚟，分別有兩種包裝嘅白色單晶冰糖，一種散裝嘅白色單晶冰糖，同兩種包裝係淡黃色嘅多晶冰糖，一種散裝。中嘅淡黄色多晶冰糖，睇下佢又有啲咩发现。嗱，而家喺市面上边可以买到嘅冰糖咧，我哋可以用颜色同埋形状嚟区分嘅，基本上可以分为呢个白色嘅单晶冰糖同埋黄色嘅多晶冰糖嘅。咁从形状上边嚟睇咧，白色嘅单晶冰糖佢嘅形状比较规则嘅。咁而淡黄色嘅多晶冰糖咧，佢形状系不规则嘅。咁而从颜色上边嚟睇咧。我哋嘅單晶冰糖咧係比較之偏白嘅，咁而多晶冰糖咧係比較於偏黃嘅。好啦，咁唔通我哋呢啲白色嘅單晶冰糖就係用二氧化硫漂白過嘅咩？等我嚟聞下佢嘅氣味，睇下有冇刺鼻嘅氣味先。陈希一一闻过六种冰糖之后，并冇发现呢啲嘅冰糖有啲咩特殊气味，不过就想知道冰糖入边有冇二氧化硫，靠闻系闻出嚟噶，所以佢决定用二氧化硫检测试剂检测呢啲嘅冰糖系咪含有二氧化硫。嗱，传闻就话呢啲白色嘅单晶冰糖系用二氧化硫漂白过嘅，咁我哋今日就嚟测试下呢啲白色嘅单晶冰糖究竟有冇含有二氧化硫咧？咁我哋可以睇下，我面前有三种呢个白色单晶冰糖啊，咁而且仲有一盒呢个二氧化硫嘅测试盒，咁跟住落嚟我就会按照佢嘅说明步骤嚟做个少少嘅实验。咁首先咧，我就会将啲冰糖压碎，然之后放喺呢个杯里边，再放水浸十分钟，浸十分钟之后，我就会用呢个少少嘅试管。
跟住取一毫升出嚟，再放入呢個離心試管裏面，跟住就會加入呢個測試劑 A 兩滴，再加入呢個測試劑 B 兩滴，然之後我哋就會睇下佢結果究竟係點嘅。因為我哋冇專業嘅機器，所以只能夠借助呢啲鉗嚟整碎佢。好，整碎之後咧，就將佢放入呢個杯裏面。好，跟住然之後整第二個。好，呢兩杯準備好啦，咁最後整最後一個。OK， 好，咁我哋準備好呢三杯之後咧，我哋要加入呢個清水。加入呢個清水，我哋需要浸泡十分鐘嘅。好啦，而家我哋就會將啲冰糖壓碎咗，分別加水入去。咁而家就等十分鐘，睇下會點。十分鐘之後，陳希將三種冰糖代餐液取一毫升，分別加入三支離心管入邊，然後分別往三支嘅離心管依次加入兩滴檢測液 A 同兩滴檢測液 B， 再冚翻個蓋搖勻，最後等五分鐘觀察離心管入邊嘅液體顏色變化。分鐘過出去啦，我嚟睇下三支試管嘅變化先。首先，我哋要用呢個二氧化硫嘅標準比色卡嚟睇下。我哋可以睇下呢個卡上邊有唔同程度嘅紫色啊。紫色越淺咧，就代表二氧化硫就係越少嘅。咁紫色越深咧，就代表二氧化硫就係越多嘅。我哋首先睇下一號試管佢嘅對比顏色先。我哋可以睇到一號試管大概嘅位置係會喺呢度嘅。好，我哋睇下二號試管係點啦。好，二號試管我可以睇到啊，呢個二號試管顏色比較淺，同一號試管相比嘅話，咁所以大概可能會喺呢個位置嘅。好，我哋再嚟睇下三號試管。三號試管睇得出係同二號試管就差唔多顏色嘅，所以佢大概位置都會喺呢度嘅。好，咁從試管嘅顏色上面睇咧，佢哋都係會變成紫色嘅，咁所以表明呢三種嘅白色單晶冰糖咧，都係含有二氧化硫嘅。陳希分別對呢三種冰糖做咗二氧化硫檢測實驗之後，發現呢三種冰糖都含有二氧化硫。點解冰糖入邊會含有二氧化硫嘅咧？唔通冰糖真係用二氧化硫嚟漂白嘅？冰糖里边存在二氧化硫呢，是跟它的工艺有关。冰糖呢，它来源主要还是白砂糖，白砂糖经过高温加热，然后它会变成出现一些淡黄色。那为了把这个淡黄色去掉呢，在我们的冰糖制作工艺当中，它会加入一种特殊的添加剂，叫做低亚硫酸，低亚硫酸钠。低亚硫酸钠呢，它在进行反应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二氧化硫，因此呢，在我们成品的冰糖里边就会出现二氧化硫这个物质。嗱，啱啱專家就講到我哋嘅白色冰糖含入呢個二氧化硫，係因為佢喺製作過程當中添加咗呢個食品漂白劑所產生嘅。咁有人就可能會問啦，咁我哋啲淡黃色嘅呢個多晶冰糖係咪就冇含有呢個低亞硫酸鈉同埋呢個二氧化硫呢？對於呢個問題，相信好多人都想知道。為咗解開大家嘅疑惑，調查員陳希決定對淡黃色嘅冰糖再進行一次嘅二氧化硫檢測實驗。好，咁我哋啱啱嗰啲白色嘅單晶冰糖咧，就反映出有呢個二氧化硫喎。咁唔知我哋啲淡黃色嘅多晶冰糖有冇二氧化硫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我哋呢啲淡黃色嘅多晶冰糖同埋呢個白色嘅單晶冰糖對比一下。我哋可以見到淡黃色嘅多晶冰糖咧，佢係冇咁白啦，冇咁晶瑩通透啦。咁唔知我哋呢啲淡黃色嘅多晶冰糖又會唔會有二氧化硫出現咧？好，咁我哋首先嚟做第一個實驗先。我哋首先將第一種嘅黃色冰糖用啱啱嘅方法嚟做一個小實驗。首先我哋將佢整碎。陳希對第一種淡黃色嘅冰糖按照上面嘅實驗步驟進行檢測，唔知道檢測結果會係點啦？離心管入面嘅液體顏色會唔會發生變化？好，我哋而家就嚟睇下第一種嘅淡黃色多晶冰糖究竟有冇含有二氧化硫呢？
我首先拿起一个二氧化硫标准对色卡来对比一下，我就可以见到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的。好，跟住嚟，我哋睇下剩低兩種嘅淡黃色多色冰糖究竟有冇二氧化硫呢？陳咧用同一個方法檢測咗剩低嘅兩種淡黃色嘅冰糖，結果發現剩低嘅兩種淡黃色嘅冰糖亦都含有二氧化硫。呢、這個結果真係出人意料。居然我哋買翻嚟嘅三種淡黃色嘅冰糖都檢測出有二氧化硫。其實調查到呢度我都覺得好奇怪啊！嗰啲白色冰糖之所以會產生二氧化硫咧，係因為低亞硫酸鈉高温而產生嘅。咁嗰啲淡黃色嘅冰糖亦都含有二氧化硫，係咪都係用呢個低亞硫酸鈉漂白過嘅咧？淡黄色的冰糖还有二氧化硫呢，同样是跟它的工艺有关，就是在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加入这个低亚硫酸钠的这个物质。那这个物质呢，加入的这个量比较少，它可以去除微量的一些淡黄色，但是实际上这个淡黄色还是会存在在里边。但是只要加入了这个低亚硫酸钠，它的二氧化硫就有可能会产生。所以的话，不管是单晶冰糖还是多晶冰糖，里边都有可能会存在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二氧化硫。睇到呢度，大家都知道啦。冰糖并唔系用二氧化硫漂白金，而系佢喺制作过程当中加入咗低亚硫酸钠。低亚硫酸钠系一种常见嘅食品漂白剂，系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系允许使用金。虽然冰糖并唔系用二氧化硫漂白金，但系从上面嘅实验结果嚟睇，无论白色嘅单晶冰糖定系淡黄色嘅多晶冰糖，都系含有二氧化硫。咁我哋仲可唔可以食呢啲嘅冰糖呢？冰糖里边含有二氧化硫呢，是它的工艺使然。那在我们国家标准里边，所专门针对二氧化硫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他认为，如果我们每公斤的这个糖当中呢，它含有的二氧化硫的量不超过40毫克的话，那么是安全的，是国家标准里边允许的。因此呢，只要我们所吃到的这个冰糖，它所限量的这个二氧化硫在国家标准范围之内，那我们就说这个冰糖它其实是安全的。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这些微量的这个二氧化硫，我们的身体可以自然的代谢掉。但是如果一旦超出了这个标准呢，这些二氧化硫就有可能对于人体的整个消化道造成很大的一个刺激。嗱，咁啱啱專家就話啦，喺國家規定範圍之內嘅二氧化硫含量咧，係唔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嘅。咁我哋之前買翻嚟嘅冰糖咧，究竟符唔符合我哋嘅國家標準呢？咁嗱，雖然我哋已經買咗啲二氧化硫測試劑進行測試，不過為咗得到更加準確嘅數據，我哋仲要去機構進行測試嘅。到底呢啲冰糖所含嘅二氧化硫含量系咪国家标准范围内金？陈咧随即攞到实验用到嘅呢六种冰糖嚟到每周一检检测机构，揾到专业人士帮我哋做个检测，睇下佢嘅二氧化硫含量到底系几多。陈老师你好，你系咪喺忙紧啊？不忙不忙，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吗？系咁样嘅，嗱，我今日咧就带嚟咗呢六种嘅冰糖，有三种咧系白色嘅单晶冰糖，有三种咧系淡黄色嘅呢个多晶冰糖。我就系想麻烦老师你帮我检测下呢啲冰糖里边嘅二氧化硫含量究竟有几多咧？可以的，没问题。咁我哋接下来应该做啲乜嘢咧？首先呢，我们是要将这个冰糖粉碎，然后再用水来进行提取，然后加上检测试剂之后，我们就上我们柜台的那个综合分析仪，然后进行检测就可以了。好，我们即刻开始。看着陈建芳老师一个专心的表情和娴熟的操作手法，就知道他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并且经验丰富的检测工程师啦。拜拜陈希，跟陈老师一对比，是不是觉得有点惭愧呢？所以一定要记住向陈老师多多指教，多多学习的吧。好啦，时间过得差唔多，我相信陈老师检测完，唔知结果如何呢？我哋即刻问陈老师先。陈老师你好，系，请问我哋结果出嚟未咧？出来啦。其实陈老师，我好想知道咧，我哋嘅呢啲冰糖嘅二氧化硫含量究竟符唔符合我哋呢个国家标准嘅咧？结果在这边，你自己看吧。好的。哇，到底呢啲嘅二氧化硫含量系咪符合国家标准啦？我哋应该点拣冰糖啊？一般都挑选那些黄颜色的，就偏黄一点的。他说偏黄的就没有那种什么你刚刚说的那种东西吧？点讲呢？我总系觉得啲嘢包装唔一定好咯。
还是包装啦，包装起码都干净啲咯。我们挑选冰糖的时候，主要是看外观就可以辨别出来。像这种单晶冰糖的话呢，它就是看上去就是半透明的。冰糖仲有啲咩功效呢？本身呢，它的功效呢就有这个清热润肺。千祈唔好行开，广告翻嚟继续为你调查。欢迎继续收睇《生活调查团》。喺上次嘅节目当中，我哋调查发现咗，无论白色单晶冰糖定系淡黄色嘅多晶冰糖，都系含有二氧化硫咁。到底呢啲嘅冰糖嘅二氧化硫含量有冇符合国家标准呢？而家结果就喺陈希嘅手上，唔知佢有啲咩发现啦。嗱，而家检测结果就在我手上啦，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答案啦。而家就等我嚟睇下先。从结果嚟睇咧，我哋啲冰糖虽然话系含有呢个二氧化硫，但系全部都喺国家规定范围之内嘅。结果显示，无论白色单晶冰糖定系淡黄色嘅多晶冰糖，每1000克冰糖嘅二氧化硫含量系1毫克到10毫克之间，呢、这个数值系远远低于国家嘅规定值，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用。虽然我哋买翻嚟嘅呢六种冰糖都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咁，但系唔排除可能会有一啲黑心商家为咗节约成本，生产出二氧化硫超标嘅冰糖，所以大家买冰糖嗰阵一定要去到正规商店同超市购买。嗱，我啱啱帶過嗰啲冰糖嘅二氧化硫含量咧，全部都喺呢個國家規定範圍之內啊。咁不過喺我哋平時購買冰糖嘅時候咧，都係要揀啲質量比較好嘅冰糖嚟購買嘅。嗱，咁講到呢度，我相信好多街坊就會問：咁我哋平時應該點樣揀啲比較好嘅冰糖呢？咁下面我將會介紹一啲比較好嘅方法俾大家啊。咁喺介紹之前，我就想問下各位街坊，你哋平時係點樣揀冰糖嘅呢？那你平時是怎麼挑選冰糖呢？哦，一般都挑選那些黃顏色的。就偏黄一点的，他说偏黄的就没有那种什么你刚刚说那种东西吧，就是你原来那种不是多晶那种，是不是比较整齐那种啊？那种我们很少买，我一般都是买那种就敲碎了乱七八糟的黄颜色那种。我会挑不太白的。不太白的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太白的不像漂过的。即系话呢色就比较黄啲啲。咁你平时会买包装嘅咧，定系散装？我散装多。点解咧？点讲咧？我啊总系觉得啲嘢包装唔一定好咯。看它的颜色和我喜欢那种黄带一点黄黄的。咁一般原则上，如果我拣咧，我都系拣啲赤色嘅。哦。我唔喜欢太白嗰种。系啊。系。咁你一般系拣嗰种包装咧，定系散装嘅？梗系包装啦。包裝起碼都乾淨啲咯，係咪啊？咁啊，冰糖我都係愛嚟有陣時燉下雪梨啊，俾啲細路仔飲啊，有陣時咳啦喉嚨唔舒服。哦，咁啊，原則上都係買啲赤色嘅好啲。有好貴嘅，我哋又買普通超市嗰啲白色嘅晶體，幾乾淨嘅。不過黃色個多數我哋入黃色嗰只多嘅。咁咧就買嗰啲一袋袋嗰啲去超市。从采访结果嚟睇，好多街坊平时选用冰糖都系好求其噶，好少会认真观察。虽然市面上面嘅冰糖除咗单晶冰糖就系多晶冰糖，但系呢啲嘅冰糖亦都有好坏之分。我哋应该点样拣质量好嘅冰糖呢？嗱，其实讲到点样拣冰糖咧，我就实在唔好在啦。不过唔使惊，今日我请嚟一个美食达人小曼姐。小曼姐你好，请问你平时会经常吃到冰糖吗？会啊，因为很喜欢吃甜品，所以自己也会买冰糖回来自己做甜品来吃。那看来在你平时挑选冰糖的方面，应该经验很足了吧？是啊，因为对生活品质要求很高，所以也会上网查一些资料，然后问过一些专家，所以很有经验。像这种。我们挑选冰糖的时候，主要是看外观就可以辨别出来。像这种单晶冰糖的话呢，它就是看上去就是半透明的，然后它颜色则微黄，然后有一种晶体的光泽，所以看上去就是非常好。但是对比而言，你可以看这一种，这种很透然后很白的，这种一看就是这样不行。还有这一种就是它明显就是外表颗粒很多，然后有很多的小杂质，然后也不建议大家购买。那小麦姐，请问这种多晶冰糖呢？像多晶冰糖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挑选稍微大一点的。然后你看这种，就是它非常的透明，然后就是晶莹剔透，像琉璃一样很漂亮。然后，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种，就是它的色泽能更加比较深一点。然后还有这一种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更加碎，然后就是说它表面摸起来有一层那种小小的糖渣，然后也是不建议大家购买的。好的，今天谢谢我们的小曼姐。
除咗呢啲，大家仲要记住，千祈唔好选择嗰啲散装嘅冰糖，因为嗰啲散装冰糖系由于长时间暴露喺空气当中，加上冰糖本身就系甜嘅，会滋生大量细菌，食咗唔单止会引起辐射、呕吐，仲有可能引起其他疾病。雖然我哋嘅冰糖咧係含有二氧化硫，不過大家都唔使驚青啊，因為佢嘅殘留量咧，只要喺呢個國家規定範圍之內咧，都係安全嘅。咁而且有人就話啦，秋天就嚟到啦，我哋食啲冰糖咧可以清熱潤肺，唔知係咪真嘅呢？因為我們冰糖呢，其實是白砂糖，白砂糖然後經過煎熬，然後再結晶，然後變成的。那冰糖在我们中医上讲呢，它是属于它的味比较甜甘，然后呢性呢是比较平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它对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本身呢它的功效呢就有这个清热润肺，还有一些对一些叫和胃健脾的作用。除此之外，冰糖仲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对于治疗肺燥、肺虚、风寒、劳累所致的咳喘有一定的帮助，广泛用于食品和医药行业生产的高档补品和保健品。老人含化冰糖仲可以缓解口干舌燥。睇到呢度，有观众朋友就会问啦，既然冰糖咁好嘢，咁系咪所有人都适合食呢？一般情况下，正常人群都可以吃冰糖啊。没有特殊，除了糖尿病病人。除了糖尿病患者，专家仲话，嗰啲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呢啲症状嘅人，同样唔适合食冰糖。孕妇最好就少食啦。嗱，虽然话冰糖系有呢个滋阴降火、清热润肺嘅功效，但唔系所有人咧都适合食嘅。咁而且正常情况下食得太多都唔好噶，因为呢个冰糖嘅糖分太高，食得多可能会造成肥胖同埋高血糖噶。调查到呢度，相信大家对冰糖亦都有咗一定嘅了解。最后对呢期节目嘅内容做个总结：第一，冰糖并唔系用二氧化硫漂白加，而系喺佢制作过程当中加入咗国家允许添加嘅食品漂白剂低亚硫酸铵。第二，冰糖入边含有嘅二氧化硫喺国家标准范围内系安全嘅，大家唔需要太过惊慌。第三，喺揀冰糖嘅时候，应该揀啲淡黄色、半透明、有光泽或者系无糖鲜或者系少糖色嘅冰糖。第四，冰糖虽然有清热润肺嘅功效，但系亦都唔可以多食，特别系嗰啲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或者系冠心病嘅人，最好就唔好食啦。嗱，国庆假期就要嚟啦，喺度先祝大家国庆快乐。咁啊，国庆期间咧，大家调注饮食，唔好食太多含糖量太高嘅食品，因为咁样嘅话会体重暴增嘅。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想获得更多节目资讯嘅话，请继续关注我哋生活调查团。下期节目同样时间再见，拜拜。